大家好，我这边我又来了。今天花了100买了两个牛腱子哈。这个天气热了，我们做个凉菜，酱卤牛腱子，开干。加入清水浸泡两个小时，泡出血水。难得最后就多落点儿，放在冰箱里面冷藏。再准备个卤料，切点姜葱，香叶、香茅台炒过。沙仁、桂皮掰个三来罗汉果，干海椒一把。嫌麻烦的只需要放个五香卤料包。阿刚点火，要点开干。凉水放入牛腱子，下入葱姜、料酒。烧开后出水，先拿出用清水洗干净，再给它盖下刀哈，不然我估计煮不透。中间破开一下，就弄我就好了。重新加水。牛肉回锅，下入香料、料酒、生抽、蚝油、老抽、陈醋，花得很快啊，这个鸡精、冰糖、盐巴，甜面酱、黄豆酱。烧开后转小火，卤两个小时左右。两个小时到了哈，有条件的再焖它一个小时。把腱子捞出来放凉哈，放凉后改刀。哎呦，好香啊！再打个红油蘸水啊，粗海椒面、细海椒面、花椒面、十三香。白芝麻烤转，浇油，葱花，香醋，生抽，鸡精，香油少许，好运备用。放凉后开始改刀，改成薄片啊。再点几个香菜，这份热腾的下酒菜就送你们哈。就这个酱卤牛肉，我厚几点皮问你们，我小红心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， 爱你们。来哟，我亲哦，要这个，先尝这个原味嘛。我这个切的时候都没凉透哈，如果凉透的话，切出去更好看啊。怎么吃的香？但是蘸这个红油的话，吃起味道又不一样了。香吗？嗯，我香了。这个筋吃起更硬呀，但阿翁倒不弄东西。嗯，蘸了红了，我说蘸红了阿翁了，是吗？不用蘸，蘸了呀。你说别直接扣了呀，我问他。
那我蘸点什么吃啊？感觉非常的 Q 弹哈，特别是这个带筋的地方，这个牛肉带筋的地方啊，晶莹剔透的哈。哎呦，舒服。休息哈了，整点五十二多配一下子。哎呀，你这，熬的筋肉，熬的筋的时候肯定熬不动，多吃点，看看要不。你搞不懂，你想你搞啥嘛？反正是放螺蛳粉再泡一下，这个味道就更入味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，如果喜欢我小付，那就喜欢我们，我们两个人，拜拜。